可是我拍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我拍了，我看了一点点，然后拍了，问阿德说，哎，这个是怎么回事？是你们的吗？他说是啊，那我就觉得，那我下次要嘛，因为我那天已经离开彰化了，然后就很奇妙看到这个活动，然后就是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哇，在独立书店，对，然后那个，我想回馈给这个书店一件事，就是当然我非常感谢今天的活动可以在一楼的那个，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在，我也是曾经做蛮多唱权的障碍者唱权的部分，我们也是举有一个角度，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是唯一的选择，比如说无障碍空间，比如说我在一楼是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可是当这个社会以多数决为那个为一种方式的时候，那我们只好可能是直播，或者是好吧，我回家。对，那但是有人愿意因为这个唯一的选择而去那个什么改变一个情况，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平权吧。但是平权那个东西，就像我们刚才你说的那个消费不消费这件事情，我是一个罕见疾病的那个伙伴，那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打架，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告诉别人我的故事，然后只为了那一点点出席费。那可是我后来不打架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的那唯一的一点点的露出可以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多元性的话，那我觉得或许那个就我根本不需要在意是不是我被消费，而是这个故事有人听到了。那至于这个故事你要拿来当做什么角度，那随你，但是故事有人听到了。那我觉得特别的缘分，就是觉得很奇妙，我是很久之前在应该是公视吧看过你们的那个节目，对，我们很菜的时候不会，然后就觉得很奇妙这样子。然后大概对318的时候我还在学校工作，后来我去大陆工作了。然后但是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学生会说他们都叫我小哥，小哥你怎么会跑去那个太阳花？然后我就说不是你们才应该去吗？然后就说你怎么会去？我就说那边有免费的东西吃啊。但其实是因为有一群障碍朋友也在群贤楼那边啊，晚上在那边度过啊，就觉得很奇妙。然后可以今天可以听到你的分享，我觉得很开心，这些内容非常的丰富这样子。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我这边可能比较慢，我会再想一想，然后有机会再跟你们请教。对，真的很开心可以接触到这个议题这样子。那本来接触阿德的原因也是别人介绍啊，我本来不认识他，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肌肉萎缩症，然后他姐姐也是肌肉萎缩症。那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短期工作就没有了，然后他就卖彩券卖了一段时间，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卖彩券卖了一段时间。后来他觉得虽然我之后有工作，可是我还是不能够放弃，因为这是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这个机会。因为你卖彩券你还是要累积一定的资本嘛，你才能够，因为他只有 10% 的获利，他可能买了2万块的彩券，他真的卖完他只能得到一点点。后来他就白天工作晚上卖彩券，终于找到一个很持续稳定可以卖的地方，是一间酒店的楼下。然后他姐姐有一段时间没工作，我才把他姐姐是肌肉萎缩症，然后两姐妹都是，然后把他姐姐带来认识阿德这样。然后就他姐姐现在也有参与那个，有，我听阿德说，而且我觉得超期待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视角的限制，像原本我们一开始从对面看街卖者，就是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卖者是什么心情。那终于有机会进去集团里面帮忙包货，那又是另外哦，终于贴近一点点。然后现在开始推着人就是上街卖东西，终于可以就是更接近了一点点。可是我觉得都还是有那个一点，因为我听阿德讲说就是姐妹在就是这过程中有很多心得，然后我就觉得超级期待有这些。有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认识一下，这样子，对，我觉得。好啊，然后我自己也是学设计的，我觉得你虽然说你的这些想法跟做法
也许听起来是恶搞，可是蛮符合我的美学观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我是有点，我的美学观有点像，生物多元性的角度，就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元，它才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我不是我不太喜欢太主流的那种，当然我觉得主流也有它的它凝聚形成的脉络嘛，可是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多元，才会有机会去迸发出不同的想象。谢谢你们，真的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你们一起在这一个讲座，谢谢。就是刚刚有听说，就是有听到说，就是人生百味对于未来的规划，就是听起来有吗？有啊，有啊，就是未来就是三个月，就算是未来的规划也可以，算是的、啊，对吧、啊？然后就听起来好像比较是在于就是，就可能其他人，然后怎么吸引其他人去关注。就是五家的这个议题，那有没有就是可能对于就是类似人生干妈讲这种计划，就是五家者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就是力量，然后去为他们的可能生活去努力，就是可能像刚才就是演讲就是分享提到说阿伦伯他其实就是只是可能年纪大了，可是他其实就是还是有那个技能在，就是切菜很快什么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有就是可能人生百味或是什么组织可以去。就是提供他们一个可能一个桥梁吧，去就是跟可能餐厅啊或是什么去，就是协助他们说，其实他们是可以在这边工作的，这么可能这方面的规划吧。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像是对，然后或者像是盲草协或者是盲草商协，或者我们几个比较手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做就是工作的就是协寻，然后甚至是工作机会的制造，像是。百味就是接麦品嘛，然后芒草心有就是导览员啊，然后有重新的就是找修缮师傅回来去做，就是去做工等等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困难的倒不是，就找到工作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因为你要就是让对方能够就是你愿意让业主，如果不是我们不是业主，要让业主能够就是信任接纳，就是一群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或是有点恐惧的人，那这是一关。可是后续的那个接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关系的养成，我觉得在以前我没有觉得关系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就是年轻人嘛，我觉得喜欢离群所居，然后或是觉得我们应该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其实跟每一个人之间可以留一些舒服的距离。可是其实来到了就是大哥大姐的生活里面，来到了街头，你会发现那个关系是拉得很紧的。就是他信任你的话，他其实有时候也不管你卖什么东西，就是他信任你，他就是愿意批，就是他愿意跟着你一起尝试，那个都是关系的建立。或者是他愿意为了你就是开始存一点钱，对，就像徐大哥他永不存钱，他最近就是终于跟我讲他要存钱了，对，我就觉得很感动。对啊，你那天有来，就是徐大哥说他存钱的时候，我其实超感动，因为你应该讲几百次他都不愿意，可是终于他想要做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工作的关系就不会只是发现对方的劳动力存在在哪里，或是对方的专长在哪里，有时候是那种信任关系，然后或者是在这个信任里面得到了不管是社群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对啊。因为像是那个立端北，他就是那个人家跟他买东西的时候，他就很骄傲说他卖的是好吃的东西，所以他也会很就是很骄傲的跟别人推荐这件事情，那边也会就是开心的接受。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吧，对啊，如果其实街上很多人就是在过往的生活里面或是工作的时候所遭受到挫败，所以在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除了重拾技能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可能性？那或者是没有技能然后不是生产，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办法生存吗？就真的有人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工作了、就是他也不想工作。他有些人在新北就是的社工工表，很多人就躲在山里面，
就是一座山里面就只有一位无家，他骑车骑两个小时才找得到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睡在庙里面，他也不想要跟任何人接触。那那这样的人就是真的要把他努力的，就是你一定要站起来，就是你要有工作才算站起来，你要工作你要站起来，就是是这样子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还在摸索啊，这件事情我也还没有一个就是定论跟答案。不过我们努力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都会去尝试。好，那就你刚才帮忙问刚刚的，只是要他特别要开直播，就为了问。就是请问你们是怎么样 survive 呢？你们办那么多活动，你们的收入哪里来？是靠募款呢，还是需要创投？是是是，我们需要很多。请用麦克风近一点，而且我们需要很多善心人。对，我觉得就是越多人来支持这件事情，就越有机会，不管是。捐款赞助啊，参加活动啊，就像是、哦、工商服务时间一下，我们现在开始每隔周五都有一个生存者系列讲座，就是把那个街头生存指南里面的一些前辈请出来，然后分别有工作居昨天那一场是食物，对，然后还有工作居住跟社群，社群我们有请到万华人来聊，就是眼中的无家者之类的，对啊，就是找这些原本出现在这本书里面的人们出来谈更多书以外的视角。那如果来参加活动，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就是赞助方式，对吧、啊？然后之后也会陆续有些活动，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这样，对吧、啊？可以以后啊，直播没办法踢那个募款账号，你可以自己待会回去在那个留言在上面，自己留言。是是是，对，因为其实也有蛮多，其实我相信现在是有蛮多的，就是社企或者是一些社企创投，他们其实希望找到一些好的标的可以支持。但我觉得应该有人找过你们吧。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就是 NPO， 就是不盈利组织，无法盈利组织，就是在短期之间它很难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做的深啦，哎、欸，自己讲对吧？就是我觉得因为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很深的时候，你很难就是取得那个量化的权衡，对吧、啊？所以在短期之间也许不会有这么直接的那个经济效益出来，可是。确实有一些像是像乐施会对等等的组织，就是愿意去支持这一件就是具有社会意义跟教育性质的行动存在，对吧、啊？那我确实觉得就是像、年轻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存钱，然后又爱花钱，哎，对吧、啊？就是有时候有投资是啊，投资是这样的，差你一个，因为我意思是说，就是有时候投就是那种，哎，然后我忘记要讲什么。对，就是在那个过程之中，其实另外一种资本的形成也是很有可能的啦，对、啊、就不是只有金钱这件事情，如果有人愿意支持不一样的价值存在的话，就希望能够就是对吧、啊、嗯，谢谢。对，因为其实刚刚对不起，对，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讲一个概念很有趣，就是他们的那个社会保险的概念，就是说大家赚了钱可是他不存起来，他会拿去买东西请其他人的客。其实这个跟我们在北车看到的状况其实也蛮像的，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哇，你们怎么花那么多钱，可是你就会看到这一次他花钱请客，下次就是换别人，然后就是彼此之间的那个连接。所以其实我在看你刚刚说在街头上他们最在乎的是人的关系，你说年轻人不在乎关系，其实一方面可能是年轻人也没有那么世故，可是我觉得这一些无家者他们某种程度是他们可能就是在那个整个成长或者是他坠落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没有那个连接可以接住他，所以以至于会一直落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可是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重新帮他们建立这样子的社群，就是这个价值是很珍贵，它虽然没有办法量化，可是这个完全就是还是有 KPI 的，只是这个 KPI 怎么定，就是它绝对不是用物质的数字来定，所以它可能看见的是每一个人他重新找到他生命中的重心。我觉得那个会是你们很重要，比如我觉得你们出了这本书里面这些人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被看见的机会。对啊，要哭的可能募款比较快。可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你们也有茶嘛，就是我有刷你们那个包裹，对，还有上次喝到那个红龙茶，我觉得很好，还有他们卖的果干也很好，
很好吃，所以我想要知道是就是这一些部分，它现在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跟那些厂商合作，所以或者是不定会有更多其他也是在做类似的就是这些好的产品的人会想要跟你们合作。在一开始的时候，像是因为我们原本是就是在公平贸易协会里面，所以对于就是就是农业相关的议题都还蛮有兴趣的。那后来开始认识了很多，就比方说像日月老茶厂的就是会议界，然后还有就是福山农庄等等的伙伴，就是愿意用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在协助的价格，然后让我们就是批货之后，因为其实这些就是友善农法的商品，它的本来的成本就不低，对，那就愿意就是用一个更亲和的价格，就是提供给我们，然后进货给就是淘给们去贩售。那除了就是友善农产，当然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可是现在就会遇到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它的就是消费群其实不太大，就是通常知道这些讯这些人的同温层吧，就是比较稍微就是小了一点点，然后在街上又难触及到。对啊，所以开始用不同的商品去做不同的尝试跟发展，像去年跟那个台北世界设计之都合作，我就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尝试。对他们的想法而言，他们不是去贩售一个街上从来没有的商品，而是去颠覆原本街上的商品，所以就出现了那个聂永真合作的口香糖，对，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口香糖以前都是飞雷，然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它现在就是有个设计师款，而且在街上才买得到，就是类似的想法，然后像是马来摩的玉兰花的香氛片等等的商品开始进驻之后，其实我觉得就吸引到更多不一样的人，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初次来找陶给聊天，然后尝试过之后，他又会愿意去购买不一样的东西，对，那甚至像我自己原本。其实我从来很少在街上买玉兰花，因为我不知道挂在哪里。可是，在我自己就是跟陶给很长的接触之后，我慢慢的就是其实还蛮越来越喜欢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知道它的背后的产业跟文化价值之后，其实我在街上开始也会去购买玉兰花。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一种，也许是对于某一种产业的信任的关系的产生这样。差不多。OK。你为什么音乐是一直放？哦，对啊。对，连播着。OK， 好，雅婷，然后说说，你不是有看过这本书吗？有啊。对啊，你要不要发表一下你的心得？啊，没有。我觉得我等一下想跟你约广播。是。OK， 好。好，那我们对就很谢谢刚勇今天就是言无不尽、知无不言的分享，我觉得真的很有趣，而且。我觉得说不定其实应该要鼓励大家都试着去体验一下，就是一个人然后在街上的那种漂流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是就算只是那样的体验，你知道你晚上有地方可以睡，可是你今天就是一整天也许就跟着比如说像飞机先生就是跟着他们在一起，我觉得那个观察或那个体验其实也会让我们就是更能够多一点点的理解，那我觉得那个理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也很谢谢刚勇，就是我觉得你们一直坚持在这条路上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可以支撑，而且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你们的初衷都还是很真诚，然后还是很坚定，还是很没社会化，很坚定的，就社会化是不是一件好事，这个也是要存疑的，对，但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方向是非常好的，然后而且它其实说不定可以变得，你们可以跟国际的无家者共同串联，就是这会是也许可以是未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出国去体验当一个无家者，就是那个可以是有一个更大的事业，对，就是往往在最我觉得在最窄的地方它其实会有更宽广的事业，虽然你们做的其实就是无家者，就是也不要再去扩大什么，可是这个光是这个事情它其实就可以变得是非常有高度的一件事情，对，今天非常谢谢你，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预告一下那个明天的活动，明天下午我们有一个，明天下午是一个视障者来演讲，是蓝界洲，那可能是台湾第一个视障者，全盲的，然后考上社工师的，那其实我觉得也蛮厉害的，他是中途失明，好，16、17岁的时候就才失明，所以当然也是经过。很困难的状态，可是他后来硬的，就不管他就是要硬要考大学、考研究所，然后考到社工师，好像应该之前那视障者不太可能考社工师吧？我
其实还不太了解那个状况。我明天下午他会来这边两点半，然后他会布置成那个，他说要把这布置成全黑的状态。就是演讲，就大家通编成对是这样子。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做，因为白天这个会很亮，可能要眼睛遮住，就遮眼睛。那就看了，他大概两点出头会，他太阳会带他来，然后就有兴趣可以再那个。对了，我们这个老房子，我们其实那个无障碍的确蛮困扰的。那之前不过如果有，我们之前有碰过这种，就是他如果之前告诉我们，可能是不方便的，因为这楼梯很窄，你看就要上不去。所以我们有可能的话，我们就尽可能移到一楼。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会，因为我基本上，因为我之前在大陆工作，我。就是已经是那种，就算是要男两个男孩子抱着我去上厕所，我都 OK 的那种心态。然后我是觉得当，所以我已经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一般人，所以我就是去到哪里，然后看是什么状况。那我就是真的活生生体验当下的感觉。但是我确实很少遇到因为这个原因而大家一起参与。那个是真的是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 sense 的一个状态。哎，谢谢大家配合，谢谢啊。谢谢。那我们那边书都可以买哦，因为我想都有书了吧？因为我觉得其实一起梦想，你们有可能可以支持，跟人生摆位不一样的。我找一下吧，那个。我找到法家湾。